小姐姐开车400公里找到我来施工我之前发过点赞150000加的纳多灰黑化方案。这个方案的核心是用纳多灰作为主色调，配合全车21处黑化点缀，使整车看起来既高级又运动。轮毂黑化采用高温喷漆，因为喷之前会进行打磨，所以不用担心掉漆。大灯黑化选用高透光度灯膜，尽可能减小对光线的影响。饰条黑化通常使用高亮黑贴膜，收边时要注意结实好看。中网黑化直接替换成帅气的 RS4 蜂窝中网，因为尺寸一致，所以不用担心备案。贴膜什么的无需多说，主要是看做事的用心程度。所有项目完工，我们来看一下实操效果。